大家好，我是 Mitchell 老师，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model。嗨。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示范的发型是如何用头发然后来做成一个皇冠的感觉。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示范咯。那我们现在这样就完成咯，是不是很简单呢？好，那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发型哦。那我们这个发型呢、啊、我们把它命名为发冠，因为它这边就是有一个像皇冠的东西，那我们就是利用头发来取代饰品的部分。那这个发型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的发质啊发色，然后去变化出属于每个人专属的造型。然后啊，像是比较喜欢公主风的，我们就可以把头发这边放下来，它会有比较浪漫的感觉。那如果比较喜欢干净一点或者是有气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后面整个盘起来，它就会比较有气势的感觉。对，然后或者是把它留成侧边的也可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